此谓依果地觉为因地心。这一句很重要。所以因地不争，果遭于取。这是佛在经中说的话。我们修行因果要相符。因如果不争的话呢，那么就得不到殊胜的果报。譬如争杀、取犯，终不可得。想吃米饭，下厨房做米饭，结果呢，舀的不是米，是一碗沙子。火力再好，煮不出饭出来。因为因就错了，那么果就得不到了。所以我们在座很多老菩萨都是下厨房了，在家里做饭了，有没有去拿沙子做饭呢？有没有？对呀，我们都是拿米饭或者拿面拿这个食品来做，这个因果呢才相符合。往生净土一定要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这个因就真了。那如果不是如此，是以我们自己的修行，以我们自力的戒定慧，以我们凡夫的有漏有为造作修行，想要了生脱死、往生成佛，这个梦都梦不着了。这就好像是真杀囚犯。用沙子想煮成饭，煮不了。所以，我们呢，在修净土法门的发心就是这一句话：“以阿弥陀佛果地的觉悟”，就是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字名号。阿弥陀佛果觉如果解释，十方诸佛都解释赞叹不尽，但是呢，也不过就收在六字名号当中。为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比如世间的人做帝王将相，他称帝王呢，也就是得了一个帝王的称号一统江山了，他就称帝了。人还是那个人，他不过呢是有一个帝王的称号，建立了什么朝代。阿弥陀佛成佛呢，就成了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名号。没有成佛是不可能得到佛的名号。既然有了佛的名号，所有的功德、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尤其是阿弥陀佛这尊佛，就把无量的神通、功德、道力、慈悲都收在六字名号当中。所以这六字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果地觉悟。而现在作为我们因地之心，这个就真了。没有比阿弥陀佛果觉更加真的，所以这个才是真因、正因，不是我们所说的虚假之因，或者说邪取之因。我们要妄图靠自己的修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不可能。所以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切疏》里边就说：“凡夫都是虚假之行，杂毒之善，就不是纯粹。”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是这样的一个纯善净善，是杂毒之善，虚假之行。欲回此杂毒之善，虚假之行，求生彼西方极乐国土，此不可能，必不可以。因果不相吻合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是不生不灭、无为涅槃的境界是诸佛国土当中最殊胜、最微妙的。最精华、最庄严圆满的报土境界，那么要靠我们有为造作，靠我们在这里，那么修那么点点的善法，人天福报的善法，怎么可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，我们修五戒十善，修得圆满，你只能升天，你离阿罗汉的果位还差得太远了。
还在三界之内，还在六道之内，还没有出三界，你怎么能想往十万以国土之外的道土呢？那么你修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你离菩萨还差得太远。那么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乘善根界，一定这个因啊要大，这个因啊要圆满。那么在哪里呢？果地觉。所以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这个信愿之心啊，对因地的心啊，不是率而小事啊，是非常这个大事情，庄重的很。所以我们信佛念佛愿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因心大家明白，是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作为我们的信心和愿心。信不是信我自己有修行啊，信我自己有清净心，信我功夫好，信我会拜忏，信我会持咒，信我会诵经，信这些不是作为这个因地心不真的，是信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，他的誓愿要救度我，我念他名号，如果我某某人不能往生，那阿弥陀佛不能成佛。他发愿呢，十方众生称我名号，若不生者我誓不成佛。所以我们信就是信他的名号，信他的誓愿，这是果地觉作为我们的信心。那我们愿生极乐世界呢，也是靠这句名号愿意去往生，靠我们自己，好像上午说的，到月亮上去靠你长出两个翅膀来也飞不到啊，你一定要有交通工具啊，要有这个这个登月飞船呢、啊。我们要往生西方十万亿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，靠我们五戒十善的小翅膀飞不到啊！五戒十善的小翅膀顶多能飞到天界就不得了了，下一辈子只能让我们飞到人道啊，天界。你想超出三界之外都不可能，何况十万亿国土之外的极乐净土，更非我们所敢想象。那么阿弥陀佛呼唤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已经给我们成就了法界的飞船啊，就是六字名号。所以很简单，这叫以果地觉为因地心。我们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信愿呢，就从这里来。那么从经典的依据呢，就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啊，这个愿文我来诵一遍，会诵的跟我一道诵。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，设我得佛。所以佛就是果地的觉悟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法藏菩萨还是在因地，他还没有成佛，他是法藏比丘，是菩萨的身份。那么以他菩萨的身份是大菩萨，他都不能救我们了，或者说他菩萨的这种殊胜功德要救度我们这样的凡夫啊，还显得不够圆满，他我一定要成佛来救你，我菩萨来救你我都不满意了，我心里都不圆满不畅快，是我得佛，我要成佛来救你，救谁？十方众生，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包括在内。至心信乐，至心信乐就是真实信诵我南无阿弥陀佛，信诵我的救度，至心信乐，这是信心。欲生我国，你要往生我的净土啊，你要来往生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的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，我们都是十方众生。那么信心欲生就是愿生心，这个信心和愿生心从哪里来呢？就从前面第一句设我得佛。法藏比丘如果没有成佛我们就完了，我们没有信也没有至心信乐，
也没有欲成我国，你往哪里往生？你信谁？他还没有成佛呢，对不对？像地藏菩萨说的，地狱不空，我誓不成佛。那没有成佛，地狱的这个众生就没有空啊。我来跟大家承诺一件事情，我还没有完成，那么我所承诺的对象也只有在那里干等啊。法藏菩萨呢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他以他成佛的这种正觉，所以是我得佛呢，来成为我们的信心。底下说十方众生至心信乐，欲送我国，所以这个叫以果地觉为因地心。